Hello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Warframe，然后可以领200天的登录奖励了，有一个近战加攻速了，一个加护盾容量跟生命值的，还有一个加步枪的射速哦。然后这个400天跟600天还可以再领一次啊，所以要600天才可以三个都领完。哦，不知道领什么比较好啊？我领这个啊。可是其实领那个射速的比较好。哇，差不多这样。